对不？行，要交钱。谢谢，感谢你。你可以四箱干贝哦。对，无啊，干贝剩遐尔。干贝剩遐尔。干贝剩桌面哦，剩桌面一二三四五盒。干贝剩五盒哦，今天没有干贝了哦。后面那个没有吗？那个不是吗？那里剩两盒啊。哦，所以干贝剩七盒，没有了。刚才有人拿四箱走，所以干贝就只剩下这七盒。要买的要赶快来哦！大哥就请起来。那个高，那个高，快五百无？哈，五百就对了。三百了，三百了。明天东西市场。哎呀，别摆了。不是我拍的哎，你要可能要明天，我弟开直播的时候，你跟他讲，你现在跟我讲，他不会记得。丢了，那丢。好，丢了，丢了。因为如果事先讲的话，他都是只会记得整箱的，几件几件的，他没办法记过来，这样会记不完。不要，啊，四百四百了，哎。所以你要比较灵的话，你必须要在开直播的时候线上聊天室跟我弟讲，因为明天我是在八卦山。牛肉今天
拜六恁不管几点回去？哦，回来，阮这个三十岁的，六点钟嘞，然后我起来。啊，你几点到？对啊。恁做无啊？我刚刚刚没到。哦。我来代表我们店嘛。女士啦。你看刚刚就是收了，不，一个四角，四角炸好，炸，哎呀，你都卖我就好嘛咧，啊，搁一箱，哎，你打算开八箱啊？嘿，搁开一箱。哎呀，只要随好呀，不加钱用啊，八，好啦，我无吃啦。大哥，大哥，羊肉炉拿酒香了。哎，五百分。羊肉炉拿酒香。这这这传统的，传统拖出去。五百了，一袋一盒，两盒三盒了，这吃一斤了。来，这外弄个你五百了。我是骑摩托车，我没有开车。这一斤五百人，叫钱打，不会打。因为我开车的机会非常的少。所以啊，今日无开，开错浪费。你讲这一讲在二十箱，无我大家拍的。啊，迄种的无开的包咧，吼，是一条，今日无呀。啊，这样那袂？什么？这个？诶，什么？你知无？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这叫鱼啊啦！这叫，我帮你讲，我帮你讲，回形啊。回形啊，对嘛，嘿啦，回形啊啦，哈，卖五百块，不用啦，卖五百块啦，五百几尾，五百一尾啦，卖，十尾啦，卖，三尾啦，卖，四尾，卖，是啊，卖，五百块。嘿啦，嘿啊，那卖啦！啊，你连袂要坐，连袂要黑，拢卖啦，人拢要卖啦。你买袂开心啊？等一下，伊袂卖啦。伊袂卖啊，袂啊。哎，你点的？你点的啊？啊！你点的啊？唔问你，要问车。系啊系啊。要无啦？无。我计者啊。无大，啊！就一箱尔，就一箱四个人计尔，要不敢计？无啊，就干阿姐尔，要不计？要不得生后面。你叫啥物事？回信啊。好啦。啊！阿姐。够了卖不啦？这单啊。哦，迄贵哦。管你五贵。我等下先带我希望我们加了，三八，我包得一胎尔，你三八不能买一胎哦，好无啦？你是讲学工的啊？多济啊？对哦，三八。哎，兄弟你好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三百那么贵。他听说那个牛肉卤是很多朋友抽他买，那个朋友要30盒，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要20盒，最后抽一抽就80盒，所以他就先买了8箱，然后刚才他拿回去以后又有朋友叫他来买，所以他就又买了1箱，所以刚才我买了9箱，这样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我贝贝，我贝贝叫我贝姐。青菜加青菜多。你种的一定爱。啊，不 OK 啊 ？OK 无？今不 OK 啊？今还有几个？哎，蛮多酒精啊。哎，这间。这样。不会啊，老弟。三百。
干贝你无啊？分遐尔。这三来。好像我要买。羊肉卤有那么好吃吗？目前大家都说好吃哎。我再给你啦，你好可怜。那个你可以去社团看，这两天，这两天有针对这个羊肉卤，这个三个讨论，讨论很长一天，两天。我要跟他小平是问我哎，小平我问，只要你问好，我就很温暖了，就不用穿衣服了。你跟我打招呼，我就可以不用穿衣服了。五百。哎呦，贵一缸的啦！两买一买哦，下下一包呢。冻的嘛是袂使。进来进来。好啦，等我几多片。两包咯。冰箱你有没有尾牙？冰箱你在哪边工作？羊肉卤它的汤头好喝，对不对？贵啦。小孩子都喜欢。两桌呀。这边早餐。两桌。哈哈哈哈哈。我用车来载啊。我买那部太重。各一份，各一个。好，那部是贵。有啦，啊，无遐济。好的，好的。各一个啦，我已经进去了，各一个啦。你今晚也有尾牙哦，说到尾牙，我已经有15年没有出尾牙了。我要去弄你倒霉去啊啦！对啦，对啦。我那么乐意不啦？你不要赞呢？伊讲只尾伤肥啊！要较瘦的啊！你若骑回去，还叫伊运动啊！你骑回去，叫伊运动。我要落雨无？我春天来买尔无啦。我今晚先买啦。今晚今天晚上有尾牙，有多少人啊？同款呐。羊肉，先买羊肉卤。我有没有穿温暖的？今天还好，今天天气没有昨天那么冷。哦，你好我。昨天风很大的，今天还好，今天不会冷。好的。过两下无羊肉卤，我买两下。第二锅了。你最近去了不要胖肉，小平，我把它抓来运动。我没有每天都尾牙。我晚餐昨天晚上吃的很简单的。还给我两份羊肉卤不？我去吃那个羊肉卤吧。学校附近的学生意大利面。你的小东西在那边吗？有。对不？嗨，你也来？羊肉卤够人来无？我甲你某讲，你今日来哦。好啦，我当食好食，我没有混啊，真好吃，我没有混啊。我今天菜都什么？回家来宰，那羊肉卤真的好吃。早安。今天再吃吧。对，那你们过来吃点。好
你看羊肉卤，你看。羊肉卤要不要再加水？可以。要加水，要加水吗？要加一点水，一点点就好。要加一点点水，全部加菜就好了。再加菜就好了。我昨天晚上吃完了。昨天晚上才吃的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啊，所以呀，我这500，几内呀？500。500几袋？4袋。我把六块鸡变得很明显，我在拍，现在只有4块而已，还不到6块。先给哦，多买一个。哦，那么帅一个，帅一个哦，帅一个来哦，太贵。美玲早。啊，你无买那个啊，人参好不给啊？一点点就这样子。这样子，看到没？加这样子就好了。啊，这鲑鱼。煮饭，哈哈哈。你大碟啦，我包。我最近很认真。这个我一碟要切4块，能掉你。无啦，来啦，趁麦皮啦，地啦，地啦。你过来煮饭。哎，煮饭，你来了。鲑鱼过两个，500块。是煮饭。一碟啦，两碟啦，这三碟啦，一碟不够了。阿公在后面。大个人也无500块贵呀！啊，你唔是讲要等伊来过来？过一个先，500块，500块，啦！500，卡称你5袋，你问伊是毋是4袋？你也讲讲安尼啊？我无阿妈，我卡称。哎啊，哎，是你的拢好啊！过来过来。哇！阿宝，阿哥，阿姨无咧吼？人参鸡也好吃哦。啊啊！啊，还有泡菜。还有鸡翅，还偌济啦？够啦，我这贵贵就卖成卖了，你等我。我要来炖啊！还够500先啦，你来。老板再一份嘛。好啦，你来再一份了。你买不够500？啊，下次。你话这这两个鸡我要你来看。你还够买炖面啊？还买炖面啊？我就看啦，我让我拖来你。啊，一个人还无500呢，我一个人还无。无啊。怎么蒸啊？你要煮两种，一种泡椒干无啦，伊都无咩？不蒸啦，我泡啦。鲑鱼。鲑鱼啊啦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这两地先离下锅啦，我包起啦。啊，搁唔吃离下锅，这两地先卖啦。这两地离下锅卖啊。老板，你睇。好啦。来，十五包。十五包。下礼拜来订。下礼拜。你讲偌济？哈。你买500块，你套条水的。水包吧，比阮阿上个卡身高白。500来，500啦。来。这买过哩500啦，啊，这买过来500啦，500了。多少个呀？这买过来500啦。哦。老板，多少？大哥，多少？冻滴。大哥。100块。100。我来个做工了，大概对呀，来100块，过来个套厅不？套厅过来个不？国王岛会出现大高，应该说亲的都会出现大高，小平每次直播都这样。你好，我来找500呢，来个一个，个一个啥啦？套厅了啦。哎呀，不。挺好水耶，有啦，差你一撮尔。你在赖群上传一段白汤，不能么偷听不啦？一条要价735。白汤735。你要卖不？什么啦？你要卖不？卖啥啦？卖鱼啊。卖我怎啊啦？讲你在那边卖啊？卖鱼啊，也无你卖新鱼。350，那很大只吧？500人来无？无啊吼，要加来要不啊？加来买500哦。哎，不，我们的咸猪肉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，咸猪肉。不过咸猪肉常常缺货，那个不常有。丁院长，咖喱好吃了，过年要吃咖喱了。咖喱啦。过年就唔好吃好嘅，过年要吃车灯吃咖喱。丁院长，水果水你个讲啦，这个好吃，我太无好吃了，这摆你个这样崩啊，这摆崩起来，上届无抬个你一倍啦。贵你一倍，能买五六千，能买。
这两尾开500了，两尾500好了，这两尾500好了。交易是大小龙招。我招四人去，共款也无啦，500了啦，四人去啦，对啦，然后过一回钱。